自己的午餐自己煮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个是肯定没有煮啊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我只是录影而已，记录而已。啊，刚刚那个我们的店长啊，有说他吃腻了啊，各位朋友来评评理一下，你看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他说他吃腻了，看到平常啊，店长都是吃这些山珍海味啊，对对对，好吃的这些意大利式料理任选啊。那你们有吃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看，吃，对啊，每天吃，对啊，这个怎么吃都吃不腻的啦。看一下那个我督导的厨师，我是吃，每天吃，对，每天吃，所以吃不腻。像我的话就不行了，我吃素啊，不能够每天吃这个。对，素啊，真的吗？是素。哦，可是我刚刚有吃那个素食的米粉龟啊，谢谢谢谢。所以我看看就好了。很好吃，跟素食的很好吃，超级好吃。你说这个很好吃哦。这次的素食超级好吃的，是哦。然后还有一只辣味外带盒，好像已经拿去拍照了。那一个辣味的也很好吃。哦，我去看一下拍照，好，谢谢。超级好吃，快去看，超级好吃是哪一只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呀，不见了，好吧，被拿走，应该被拿去吃了。